桃园太海有两公婆，王冠林屯是米下，因为是上年人前都准去家乡的。李初都会催赞好屯设计施工来做东西，按你个观念，因为大厝的一只空间有各种施工做的东西，唔天气会攀展览，还会有几多位彩梯工艺家去开课，有咩规划的做下，还个示范的位所，有冷带住处去做配备甚多的料理。然后因为有请的一对大班师傅常贵琼，先前已在中乐体育市场开店的开了26年了。因正市场重建，过不久会再走，更加已在一个平台做服装课程的处理先生，要请转的慈心。拍汗拍汗的风的，发发的烟的，可以来舒舒的动工啊！一栋房嘅老板看下去，会捞到就过一百零人家。抓好，然后这样抖一下，它就平了。你看你这样下去是很平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行业幅度看到嘅系一种又一种太太种嘅种嘅，当工兵嘅一代代也不会土建到亚条，有欣赏当地嘅高安度嘅好嘢来做七家嘅群。是那个屯围线的记号，然后你也可以。就是通常这一节啊还是很长嘛，那你车的时候两片接在一起车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有那个就是吃针的问题。一栋房嘅系做设计的陈美霞同家老公强下打造嘅，位于到太海，系沿着陈美霞嘅每家就东亚，而且佢同家老公一次就动好做同梦想相关嘅手工艺，十几年前家头就有一个梦想，上贵到亚建立一个做手艺嘅平台。我觉得那个手作跟工艺创作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区隔，在我的心目中，那手作我比较把它定位成是生活手作，也就是说，所有你从用手创作出来的东西，它是最后要落到生活里面。十年前，家头潜到入搭梯，同建筑师强下讨论设计，未坚持做手艺，又想过同家头合作嘅先生。有一百几位认识专门做不为作品的工艺家吴推宇，对手工来做东西都有强用理念的家头，因认识就共同，故说吴推宇每周都来亚古天开课场。我觉得手作是一种很疗愈的东西，因为比如说像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或是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，然后我只要手上拿着针线。然后我就会觉得会忘掉很多的事情，只要在从事手作，你就可以，有一些结就会自然而然的打开。对出土、裁剪、染织，动作出石皮，一步一步就顺势来做，轻轻松松就做得做出成发好用得错的东西。我是希望他们，透过我的。经验的分享，然后可以让他们也可以自己在家，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生活上的东西，不管是衣服也好，包包也好，然后让他们觉得就是其实手作并没有那么困难，可是是因为自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，所以就会格外的珍惜。好，了解一下那个衣服的那个它的那个制作方式跟。拼布还是不太一样，然后再帮家人，再帮他们做一些，这个应该是蛮快乐的一个分享。在吴推宇的顺空，还有一个常贵琼先生，跳摆几多中乐体育市场开布店，今年市场爱去过，要求摊内爱做青菜椒，几招懂饭咯。大帮桃园文青先开始，也下几家一个线上嘅成分，系补充线上嘅厨师。我离开这边，我有点伤心。我从这边认识人员哦，所以同个林沙哦，个条头家用宠物用大家相处都当好。啊，离开这边我亲唔盼得啦。啊，我嘟嘟好讲有个甲级执照，还继续讲了位嘟嘟爱个老师爱欣赏。我说到嘿，从这边感觉都当快乐，因为亲到嘿，恁人可一条。四趟来的路啊，杨兄。这个它的产业上可能面临一个转折点。那我们七号是有布做课程，
或许让郑老师以顾问的方式来指导我们，或许会让他觉得他的技术可以再被认可。凤尾杜康出台糖艺豆米线，当当滚的上，含糖艺豆做下杜康，又切出多多滚的上，在米下，每枪对蓝带好高纯叶的淡米粉来做食醋料理，味道又菜甜米线的好滋味，带本人下。就是因为你在饭店非常制式化，因为为了要追求快速，时常会用很多半成品。可是在这里的话，就是完全全部从头到无，就是。以那种之前在国外学的一些料理基础一样，就是熬高汤啊，或做一些酱料啊，都是纯手工的。坚持用菜田食材，还有翁祖宗的香草同配国料理结合起来，做出一片一片一定赞美好滋味。店里奉公，调摆到台饭店做主厨，汉代同人客交杯，佮手机希望打帮，塑造平台来同人客交流，爱同煮食的理念传出去。因为真的厨房或厨师在一个很私密的空间，很少跟客户接触，大家都是很忙。可是不像在这边的话，其实你在做菜的时候，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其实每个来往的客人都会现在看一下，问一下说，哎，主厨今天吃什么，或者是这又是什么？我可以跟他们解释或分享说这个料理是怎么做的。除了邀请接下来工艺家同料理主厨，琼下来巧妙也给塑造平台。在米下同人老公，每天天内一烘一烘，做出一道美而拥堵的东西。我们会很期待每一个小物件，我们生活的小物件都是由自己亲手做的。那包括我们上课教室上课的桌椅，都是先生自己做的柜子。那包括你刚才看到的面纸盒，也是先生捡拾那个废弃的家具去把它改造。C House 塑造平台也地都含有一类细细的美术好展示，各展时期莫用用工艺家的作品，很快还会到演的空开吹演，会同春点结合起来，会展现出色彩对身体都十分足的观念，每位教体家都十分动作，这家好带来做东西又结合结合咩。